主要原因。21.5啊。对，然后这边，对嘛，就是20.5，差了一公分。等一下，所以跟刚才前面量的对的，前面一边量的14，对，一边量的15，20.5，对，20.5，所以就这个。怎么这个没有？但是这样的装了照胶壳是这样的，装了照胶壳它看不出来。所以就是孔位的问题。孔位这里到尺寸那边去了，这里跟一个是标准的，所以这到里面的话，这个弧度你要这里这个八字角了，